自己煮的沙茶，沙茶跟牛奶糖，现在有这样的三个在上面。那还有两位是我们的同酱气泡草莓糖，还有我们的松果糖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台湾纯奶，这个游戏怎么玩呢？很简单，就只要伸出你的手，只要你想玩的朋友都请靠近一点，让我们看到你举起来的手。玩剪刀石头布的游戏，只要跟陈奶平手或者是赢陈奶的人就可以赢。我们现在示范一次，来陈奶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他现在出剪刀，所以出布的人要放下。对，所以你石头跟剪刀的人就可以留着。那有两个状况，一个就是当人数如果有独赢的，譬如说只有一个人出剪刀，没有全部的人包含陈奶都出布，那么一个人就算赢。有一个状况是独赢，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可能剩下两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会请两个玩家 PK 这样子。那最简单就是玩到最后人剩最后人，所以我们诞生冠军的方法有三个。OK， 就这么简单。来，请麻烦。要玩的举起你的手，让我们看得到。对，好，来，看得有点什么？预备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来，麻烦出石头的放下，谢谢。出石头的请诚实的放下。OK， 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来，出石头的放下。哎，你要都出烟了啦。哦，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来，麻烦出布的放下。OK， 好，来，预备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麻烦出石头的方向，你只会出布跟剪刀吗？你是哆啦 A 梦的好朋友吗？好了，对不起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好嘞，麻烦出布的方向，剪刀石头布。好嘞，麻烦出石头的，哎，没有人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麻烦出剪刀的方向，有没有毒瘾？有吗？只有一个出布吗？还有人？哦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出布。OK， 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来，麻烦出布的放下。好，剩三个，剩三个。好，对，那我们请后面遥远的那位过来跟这位 PK 好不好？对对对，那位先生，对对对，戴眼镜来的，戴衣服，然后口罩拉下来的那位，跟这位黄色衣服的两个人对决一下哈，因为剩下三个人呢，我们就来对决。好，来，你们两位对决一下，这两位，对，剪刀，然后我让你收个手机，不急不急。好了吗？好，预备，你们两个，对，你们两个，因为现在剩你们两个玩家而已，所以陈奶就不参加了。你们两个人 PK， 赢的人就可以获得这一张。好，预备，剪刀，你有输吗？你都没有输。OK， 好，那就是他赢喽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那我们上来领奖，上来领奖，请小心。好嘞，我们要拍一张合照，来，你们看那个。谢谢，四轮跟上老师。